这伯母的离世对你的打击很大，你明白亲人的离世难免会伤心难过会不舍，但是要学会放开，看开点。看开我根本就做不到。如果我有负责任扛起这个家，你妈就不会熬出病来。是我害死你妈，我真没有，我真该死。那你不要这样子，如果不是妈这个身